女星章子怡和歌手汪峰本月宣布结束八年婚姻，消息震惊各界。双方并未透露离婚的原因，引起外界疯猜。不过章子怡日前出席活动时状态非常好，似乎不受舆论影响。当天她身穿白衬衫，搭配黑色长裙，一头长发扎成单边麻花辫，看起来十分利落。虽然她脸上画着简单妆容，脸颊红润，气色很好，整个人看起来明显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。不少网友看到照片后都大赞她比离婚前好看多了，也很期待她能早日带着新作品回归。章子怡婚后为了照料孩子，因此大量减产。先前曾传出消息指她可能接演陈可辛导演的新作《江源弄杀夫案》，由于剧情改编自真实事件，讲述女主角惨遭赌徒老公家暴，最终反抗却遭到公审，引来不少网友笑亏，真的是戏如人生啊。